这里有一个鞋柜，这里可以放手，放手。然后进门口的地方有放洗衣机的地方。这个是厕所，这是洗面台，这个浴缸还是不像有这么大。这个是挂衣的地方，挂衣柜。这是厨房，厨房这个是电磁炉，电磁炉两个，这个地板还是保护的比较好。这个是放电视机的电视柜，这个插座。这是阳台。